你拍好过后，如果是真的在台湾，我就立刻马上买飞机票过去。无聊这个啊，真的是在台湾是吗？好，我大神，相信你们今天看里面的标题都知道，今天是我一个最新的系列。最近我很多系列，不懂为什么。今天这个系列就是叫做预热助理啦 ，OK， 这个系列啦可能只有三四集吧，因为我朋友是很多。我要来拍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想了解一下，其实网红跟 YouTuber 啦，他们的生活还有平时他们都在干嘛，然后一个月赚多少钱，这个东西我会访问他们啦。而且我要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想下一集要看谁，我尽量去找啦 ，OK。如果你们标题首先今天这个嘉宾就是我们的 Miko Wong， 为什么我会找他呢？是因为一开始本来我想找阿雅或者 Tomato 或者好人的，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企业家。现在跟他有点不方便的，因为他们都是去那种谈生意啊，不方便啊，因为他们谈生意不可能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吧，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第一集就先找一个女嘉宾。为什么我不找 Miki？ 是因为 Miki 他做什么大家都知道。有一集如果你们很想看的话，我就找 Miki， 因为我不懂他们愿不愿意来上我的圈呢，所以我要打过去问一下，看他们明天的行程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先打给 Miko 他的经纪人先。我想问一下哦，我要找 Miko 拍一个 content， 就是做他的助理啊，帮他装水、拿水壶那些。你好疯吗？换裤子那些其实也是可以的，不要了。你好疯吗？你可以吗？怎么呢？一天。逮捕到哦。Miko 也没有很忙爆啦，我觉得哦。等一下，假的。我想找你拍个 content， 就是我要做你的助理一整天，就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确定吗？我一定会给你满满的挑战的，我当着你的影片才好玩吗？你有这么多东西做吗？我一定会找东西给你做的，而且我真的很忙。真的？对，我对助理是很严格的，你不要以为你拍片啊，我就放过你。我明天找你 ，OK 吗？可以，可以啊。你今天睡饱一点哦，我怕你明天的话挨不住。明天在哪里 ？KL 哪里？我们在台湾呢、欸。啊，在台湾呢、啊。对啊，你已经开了这个头，我管你怎么样了，你现在马上就买飞机飞过来。是不是我真的过去真的是有东西做先？认真，你真的是在台湾吗？我现在就拍一张照片给你看。OK， 你拍好过后，如果是真的在台湾，我就立刻马上买飞机票过去。他们应该是不想给我拍，因为不可能在台湾的这个时候。如果啦，讲真的，他真的去了台湾的话啦，我马上买飞机票飞过去做他助理一天再飞回来。我王启达讲的，我们现在等他信息。他妈的，够力了这个。啊真的是在台湾是吗 ？The fuck， 全部华语字的嘞！我把照片放在这边。玻璃啊，刚才他连 location 都 send 过来哦，大家。3000多 km。我是在看飞机票，有点接受不到现在。瓜拉隆波图，台北，桃园，今天几号？14号去，16号回，我们是很 steady 的，我讲到就做到。但是我先看飞机票先，如果很贵的话，我们就买下一个奖品。找不到飞机票哎，没有飞机票飞哎，真的是没有，不是我不要去啊，是真的去不到啊。给你们看一下，它是 unavailable， 应该是没有位啊。我找一下别的航班，如果真的是有的话，我就去，然后我再跟 Miki 讲一下。OK， 我现在去找航班先。A few moments later， 我一个东西要跟你讲。我不是最近有跟你讲过，我要拍一个系列，就是预热助理吗？刚才我找米哥，就是我问他明天的 KL 行程是在哪里，因为他跟我讲他在台湾，我就以为他骗我嘛。你会听他们讲他要出国嘛，对不对？我就跟他们讲，如果你真的是证明你在台湾哦，有照片证明你在那个台湾哦，我就马上买飞机票飞过去。结果他们 send 了这张照片给我看。在台湾，我觉得我要实现我的承诺，我飞去那边一天做预热助理，再飞回来，你 OK 吗？One eternity later， 真的，我很认真了。他讲到他证明在那边，我就飞过去。你可以吗？你 approve 我飞去那边做一日助理再飞回来吗？自己去？你要陪我去吗？这影片应该是作假。我买到了 China Airline， 我真的是买了。我给你看这个 boarding pass。你买了，你才问我。就是没有你不给我就不要做啦，我就不要去啦。那你不要问了，我先买。那你
是买了才问我嘞？你当我是什么？那你现在问我有意义吗？有啊，你讲不要去。你都讲，你都买了，你还问我？你不给我就不要去。你好了，你去。不是我好了，我去，我是去，我可以去的。我买了飞，现在是晚上的11:48，明天2点的飞机。你 OK 吗？你走啊你。你 OK 吗？走啊。你可以帮我收拾行李吗？因为我不懂要怎样收拾。Vicky 是笑着跟我讲话，所以他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现在我去收拾行李先。终于要拿这个 luggage 下来了，好像有点久没有去旅行了。The next day。OK，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然后 Vicky 会载我去机场。拜拜，宝贝。你都在跟我讲吗？你在想我吗？哈，你开心吗？OK， 大家，现在我已经确认好我的 luggage 了，因为有点重，我带电脑去，所以现在我就要进去啊。我的 flight delay， 然后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台湾的飞机啊。顺便给你们看一下台湾的飞机是 OK 没有了，因为平时我都是坐 Emirates 的嘛，我没有坐过其他的飞机，我坐过 AH 的，所以我这次要顺便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飞机的服务，还有位置啊，舒服不舒服啊，全部东西我都会拍在里面。哇，给我遇到他们那种外劳，现在他们要回国，他们全部抓回去，全部上手铐，看到吗？OK， 大家，现在我已经上好飞机了，然后我是最后一个 check in 的，然后这边的航空的空姐啊，还有做工的人员啊，都很好，而且我坐的位啊都是很特别的。哇哦，然后这边是很宽，很舒服。你看他们的电视机，他们的座位，全部都很 OK。这个航班啊，真是让我很有惊艳到啊！因为我没有想到是可以这么好，而且它的 business class 也是很不错。但是我没有做 business class， 我回的时候我才做，所以我觉得下次如果我们去台湾哦，你们可以 try to 坐这个飞机，因为真的很舒服，比起 AH 啦，它也不会很贵。大家，我发现一样东西，这边的椅子啦可以去到很低，哇哇！这个比平时我们坐的飞机还要低耶。等我下一趟我回的时候，我给你们看他的 business class。China Airlines 真的是。OK， 大家，我终于到饭店了。你看，我们的 Miko， 他们到底要怎么样的惩罚在这个小屋里？他的经纪人跟我讲是4点早上 call time， 然后我想我要回去。4点太早了是吗？你要周末其实。你来陪我的周末。我来台湾周末，明天就知道了。4点你起到身吧，如果起不到身的话，你就要睡。我一个手势那些，你就要懂我在干嘛。明天教你。The next day， 其实早上呢，我4点就起来了，可是我顶不顺了，我在说睡着啊。为什么你会放在4点早上呢？因为我们的酒店来垦丁，差不多4.5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们今天要完成一整天的拍摄，然后再赶回去。就我们要赶到11点，所以只可以凌晨4点。我要做什么？现在我们稍微在 Seven 这里休息一下。我跟着休息了，应该。Oh no！ 你要照顾我一整天呢。Hello。现在我们的老板在里面梦做梦回。对对对，然后我想要帮他，但是我发现到他有点独立啊，有点闷呢，很简单的工作，我也想要做很难，还没有开始是吗？差不多，我们还有10分钟就到要目的地了。我问你，我问你，你不可以自己动手哦，要我喂。这个助理呀、啊，这个面包早餐也是我自己去拿。这样讲，我怎么弄啊？我把你弄热啊！你不要唬我，你不要唬我的吐司。不然我要去把它放在太阳面晒干。先吃早餐，先等一下我有任务要给你。抓紧时间，我跟你讲，太阳是不等人的。对，再快点啦！凶我！OK， 我们的老板给东西做好，他叫我在拍摄的时候帮他拍 reels， 所以今天哦，他这边拍写真。我想象中的写真是那种很勾力的写真，但是我看了他的穿着，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写真不一样。我想象中的写真是没有穿，但是他有穿的。
OK， 大家，我已经成功了，帮我的老板拍了点 reels， 然后也顺便拍了一些小小的福利给你们看一下，只有在我的频道才看到吧，不然的话你们要买鞋子。哎，我拍一点画面吧，但是你们要看更够力的，那是要买写真的吗？我这边只是给你们看一个版嘛了，吊你们的胃口。如果真的是看更清楚、更好看的话呢，记得要去买他的写真。哪里可以买？你看 Miko 的 IG， 他会 share， 当他讲可以买的时候，你们快点去买了过后 send 给我，给我拍好几个 shot。你们也是可以去关注 Miko 的 IG， 因为他会 po 上去的，他那个 reels。夜の街の夜意識狩りの乱暴どこから来てのよみすぐらしいねねえうちにおいで温めてあげるよ今までよく頑張ったよねここらで休んでみませんかゆっくり話をしませんかOK， 大家，现在我们要转到另外一个 location， 我是不用做任何东西啊，我就是一个废物的助理，帮他换衣服，就是帮他拿东西。还有没有东西拿哦？你看空空的就开始拍照了，所以我决定了，等下他吃饭的时候我要喂啊。哎，马上赶吃饱哎，没有拍到。我发现到我的一热小助理哦，真的很简单，所以我一定要做一点事情。没有，你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吗？我真的刚才拍海边的时候有太阳，你没有帮我涂防晒、扣分、扣工钱。不可以涂防晒这种东西，就是由我来做。你有没有拿防晒油给我？没有，没有。你忘记进口奖？你确定是小助理？你读口奖你要？我要的小助理就是不是我要讲，你要自己 get 到吗？女人就是这样，如果我要讲出来，那就没有意思了哦。可以这样，我懂吗？中吗？我要问你吃饭。No, 我要让这个画面哦更好看，就是那你吃的东西哦，你要把筷子全部放这，我要一口一口喂。有虾哎，今天。哇，有虾哎。哦，八虾 ，OK， 你要几只？你吃虾了吗？你不是敏感吗？我对虾可敏感，对虾没有敏感。OK，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点东西，让他觉得我的存在感。就像今天我做的不错，好像有点废了。很好，真的很好，很好。通常你做小助理完美一百。我觉得我这个小助理有点废耶，简称来讲废物。穿一下，穿一下，这个肉跟其他人画的肉不一样啊。可以，很好吃 ，Thank you。没有猜哎。好吃吗？这是糖，然后这个是特地叫给你的胡萝卜。一定是我小助理都要拍板好，所以小助理要吃。哇、wow, ，amazing！ 好吃吗？台湾的古老都不喝。OK， 所以我的一日助理咯已经成功的结束了。然后呢，我会在台湾好一段日子啦。我会把 Miki 也一起叫过来，因为我在这边会待到明年，所以呢，我会叫 Miki 过来陪我一起拍一下东西哦。这次的一日助理已经完全好了，你们给我打几分？你们在留言告诉我。然后你们下一集要找谁，也是可以告诉我，我会跟着他一整天。这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你们记得期待下一个影片，因为下一个影片哦，我会在台湾啊，会去玩那个刮刮乐。如果有赢钱呢、啊，我会把全部钱捐出去，捐给台湾有。需要的人，所以记得留守下一集。